嗨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慢慢说。最近我们非常想去的一个地方就是大溪地。嗯，这个地方虽然我们还不知道它到底是在海上的哪个位置，对，但就觉得很想去，就觉得它很神秘。然后大家常常提到它，而且我们的朋友他会排那种自助旅行的行程，然后他告诉我们说他应该可以排到七万打死的大溪地，所以我们非常想去。有听过七万打死的大溪地吗？我好想去哦，我都没听过，欧洲都不止这个价钱的，真的。对啊，所以推荐大家去大溪地。